新春佳节送吉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新的一年已经到来，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。在这元宵佳节里，大家欢聚一堂，共同感受春天的气息，一起度过这元宵节美好的时候。这是大家元宵佳节的美好时光。在这新年伊始，我们欢聚一堂，共同感受春天的气息，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。这是我们的春天，这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春天，这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春天。我们相约在这里，享受春日和煦，享受节日欢乐。我们相聚在这里，用心感受真情，释放你的激情。让我们一起祝愿在座各位，祝大家体健康，学习进步，工作顺利，生活幸福，合家欢乐。新的一年，我们更要携手共进，再创辉煌。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向着既定的目标展翼飞翔。2022年元宵联欢晚会现在开始。再别康桥的节目非常精彩，下面有于右任写的望大陆，让我们们一起观看。尊敬的各位嘉宾，亲爱的女士先生们，人见人爱的姑娘们，以及现场的小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，踏着新年宁静的钟声，共同迎来了一个平安、祥和、激情的夜晚。首先，我代表本视频制作方的到来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，感谢您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选择与我们一起共度，一起狂欢。今晚我们一起狂欢，一起提前庆祝元宵这个美好的节日。今夜我们欢聚一堂，载歌载舞。今夜我们激情满怀，心潮澎湃。今夜我们送去我们的祝福，带着祝愿，带着嘱托，埋藏已久的期盼化作今日相逢的喜悦。看阳光灿烂，那是新年绚丽的色彩。听金钟朗朗，这是新年动人的旋律。2022年元宵节晚会正式结束，我们明年再见。